那我们就开始了今天的第一个问题。第一首是《真爱》啊，《生命诗歌》624首。把它调的小一点。对 ，OK， 好。副歌呢用的是琶音，对吗？然后后来我看姊妹又加了，她说手指如何及时放松，如何把这首歌更好的表现，是不是？好，我们来看。这首歌其实挺长的，姊妹还是很顺的把它给弹下来了啊。那我们来讲这么几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我给你一个提示，你要回去自己来进行一个纠错，好不好？你的副歌呢是有和弦，左手是有和弦弹错的，那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寻找答案啊。好，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踏板呢有一点太多了，也就是说也不是多，就是说你每个和弦之间，它其实虽然有比如说第一小节的 D 和弦 DM 和弦它持续两拍两个小节，对不对？你要记得一定要换踏板。那我觉得你应该是换踏板了，但是呢没有把踏板完完全全的放掉然后再踩下去，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前面还有很多东西留在后面，就听上去耳朵上听上去就比较浑浊，不是很干净啊。这是第二点，也就是说每小节换踏板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完全抬起来了然后再立刻踩下去。好，第三点是你的，我想想看啊，在第三段，我想想看，是第一段和第二段的连接处吧，应该你的踏板没有踩满，然后就提早放掉了。这边是提早放掉了，刚才是晚放，这边是提早放掉了啊。提早放掉了以后呢，就让你的第一段跟第二段连接的地方呢，就空掉了，就断掉了，没有办法把音给连在一起了。噔噔噔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应该是这样子。可是你就变成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看到吗？中间它是有空的地方的，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该踩满的时候要踩满，该及时放的时候要及时放。
接下来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过很多很多次，我们这一期也讲过，而且这一期通常是在姊妹或者弟兄姊妹们提问提到说，哎呀，我如何改进自己，好像没有方向，如何突破自己的时候呢，我都讲到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左手弹分解的时候应该怎么弹。想一想，我们左手弹分解的时候应该怎么弹？比如说 D M 和弦。就是这样弹吗？就是这样子弹吗？如果你们就我，当然我是非常希望，特别是不能看直播课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回看直播课啊。以前的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一期的8节课吧，应该满，就是如果上满会有8节课，一定要去给大家看好，因为很多问题。如果每周都跟直播课，你怎么就会发现我讲了又讲，对不对？好，所以这一个问题是要自己有意识到的，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控制什么？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的力量，是不是？这非常的反人类，对不对？因为第一拍是重拍，但是重拍呢又在我们的小指上，那我们小指又是最弱的，然后二拍、三拍是弱拍，在我们的大指上面，但大指又是最强，所以一定要控制。旋律的层次感就会好很多。我们应该下个月吧，也许，我跟我的同学应该会出一期，所有的音乐表情记号，比如说你们看到的点点、看到的重音记号、看到的延音记号这些常见不常见的，我们都会讲。有一块就会讲到重音啊，所以等出了，大家可以仔细去看一下啊。对我们的弹诗歌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帮助。好，这一个是你一定要改正的，以及你弹的时候，你的二指可以看我的侧面，就是看我人的这个视频。我弹近一点啊，你的二指是这个样子弹琴的，看到吗？第一关节没有立起来，你看这样第一关节就憋进去了，这样第一关节就立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这一个也是你要改正的。好，所以这一星期呢，你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啊。先不管说，你即使就这首歌你分配的非常好，前面是分解，后面是爬音，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你对它的 sense 也非常好。那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的左手和踏板。好不好？那我记得你还问我说，你问我说如何把这首歌表现得更好？其实当你这样处理的时候，就会更好。我们来听一下，我完全按照你的，配伴奏的方式，好不好？不添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加花什么什么都没有啊。然后踏板要踩干净了，记得啊。踏板的时候呢，我发现，如果我们一小节踩一个踏板，中间不换的话，可能会本身就会有一点浑浊，听到吗？我没有滑，而且我没有结束这小节，本身就会有点浑浊。那通常呢，我们是说换踏板的原则是什么？首先换和弦了，一定要换踏板。第二个是什么？当你觉得音浑浊了，要换踏板。那第二点就比较难，那比较难，我给你一个小小的另外一种方式，好不好？还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踏板不要完全踩下去，踏板只踩一半。你看啊，你看我是这样，踏板这个踏板是完全踩下去，然后现在只踩一半，你看到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数到十，我才把踏板完全踩完，所以只踩一半。或者才一点点就够了，这样的话呢就不会那么浑浊啊。这是一个，如果你自己不太会，所有弟兄姊妹们都听，可以
学习一下。如果自己不太会听，什么时候换踏板的话，可以试试看踏板稍微踩的浅一点啊。好，那这一个就是如何把它表现得更好。你先把这一步做到，先把左手的强弱给做到了，音乐马上就会不一样了。好，然后副歌用琶音非常非常好，那记得副歌琶音的有一个错音给它改掉，你自己去寻找啊。好，接下来你问的问题是手指如何更好的放松。手指的放松练习，我觉得有很多种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还记得我经常让大家练这个吗？高抬指，然后下去，抬起来，比手掌要高，然后下去，是不是？还记得吗？或者说我们练哈农，还那还记得上节课有姊妹问我说，我从来没有买过哈农，我也不认识五线谱，那怎么办呢？我说没有关系啊，我们就拿哆瑞咪发嗦发咪瑞哆，就拿音阶来练习，或者我们就拿诗歌来练习。那这一个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它仅仅是把手指抬高吗？然后敲下来，很有力的敲下来，这里不要骨折吗？仅仅是这样吗？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放松，还记得吗？抬起来。我们从一下抬起来，准备抬起来，然后立刻打下去。打下去以后要干什么？其他地方要干什么？要放松。只有二指支撑着所有的力量，其他地方要干什么？你看是很放松的。你看我是可以推我的手臂，荡啊荡啊荡，是不是？可以推过去，推回来，这样。放松，对，首先你要从这种简单的、非常简单的、简短的练习中，或者说不需要你再动用脑子去看哪个音，我要弹怎么样，要有什么升降号，这样子的练习中去寻找放松的感觉是什么。首先你要懂放松的感觉，然后我们再放到自己的曲子里面来，放松，放松。放松，好。那在我们练习的时候，还要学会一句话也要放松。你看这里其实有个长音，对不对？这是你很好的放松的机会。其实如果你们仔细去看的话，就是音乐中会有很多让你偷懒和放松的地方，像这个长音，fa mi re do re，这边你就可以放松啊，是不是？然后下来，哦，又一个放松的机会，你看。长音都是让你去放松的一些时机，知道吗？那你说手指怎么放松？还有一个就是你要这样主动去弹琴。对，我再来演示一遍，我们之前讲过很多遍啊。你们看，你们去手指这样勾起来，稍微弯一点啊，不要这么直吧。你们现在你们这样子动快，手掌这边筋住，这样子动快，还是稍微勾起来一点，这样子快。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肯定是稍微勾起来一点快，所以你们一定要主动去。你看，wave，虽然我们现在说 bye 是这样，但小孩子说 bye 是这样子，对不对？哎，一定要主动去运用这些关节来弹琴。你们会觉得，哎，我可以动得很快啊，为什么我到钢琴上面就动不快了呢？是不是？一定要用这些关节，因为很多人到钢琴上面没用到这个关节。你看，现在我用到了。是不是我用到了几个关节啊？对，所以手指的放松，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训练，然后一定要去找到放松的感觉。你的手指一个只有一个手指支撑你所有的力气，其他地方都要放松。你要去，特别是手掌，你们感觉一下手掌很僵硬的时候，即使手握着你的手掌，就手掌很僵硬的时候，感觉一下，以及手掌放松的时候，感觉一下，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好，接下来我们下一个问，有问题可以继续在留言栏里面留言啊。下一个问题是217首，平常练习时怎么注意弹奏的更有感情一些？我们来听听看啊。
首先，这个视频本身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需要姊妹自己去注意到，就是你每小每三个音之间都是断开的，有没有发现？你是滴滴哒哒每三个音都是断开，这一个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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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注意的，一定要改正的一个习惯啊。那我当然我理解，因为每三拍你要换和弦嘛，对不对？好，那这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你可能每天哪怕只练一个小节，因为一个小节它就要换两个和弦嘛，你每天只练一个小节，你也要把它练到二三一二三，哪怕就这么六拍。你都要把它弄到这个样子，然后才能进行下一个小节，不要让自己养成这种毛病，知道吗？因为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值得要肯定的，就是你的琶音弹得非常好，只是可惜你没有办法把它给连起来，这个就非常可惜了。但是你的琶音弹得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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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知道吗？好，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说怎么注意弹奏有感情呢？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你。把每三拍都断开了，就你这样每三拍都断开，就好像我说话，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把每三拍都断掉了。你看我尽量控制在三个字一句话，一个一个断句。你说我这个样子说话可能会有感情吗？那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比如说最后一行的。第三小节，大家应该都有谱子啊。我就弹最后一行好了。好，接下来第三小节啊，是滴哒哒，是不是要送到高音？还记得吗？我说的一个法则，如果旋律是音阶走向往上走，要怎么样？要渐强，滴哒哒，走到 re 滴哒哒，滴哒哒，又走下来，要有点渐弱，所以是滴。是不是这样子一加，你的情感就有了？所以把我首先把我那两个法则用上去，走到高音，低下来，对不对？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对，我想讲的一个是用上我的两个法则，还有一个就是你把它断掉了，我这口气就接不上了。愿诸生灵。那怎么可能？应该是愿诸圣灵充满我，对不对？这个圣灵的圣，我就等着你弹那个高音呢。结果你就把它给断掉了，知道了吗？所以对于你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说我要怎么弹出感情，而是这一个毛病一定要给它改掉。改掉后，其实你就会发现，弹的会比原来好很多。好不好？因为其实有些是要推的，还有一个，比如有些指法可能也需要改啊。看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也许我记错了。第一行，好，这边有一个 si do re mi si do re mi，它也是个高音走向，对不对？音高往上走。结果呢，你是这样。因为 re 和 mi 是在一起，也就是说是在你的那个你每次要断的那个三拍以内。可是你都没有把它连起来，是这样子的。第一行一二三，第一行的第三小节啊，是这样。看到吗？你就把句子给断掉了。所以这里呢，指法上面记得一句话的指法上面，其实它就是一句话，就是两小节嘛，是不是？一句话的指法上面，我们也要重新再来调整一下，好不好？这样不然你始终要注意高音要推上去。你看，si do re mi，你得推上去。那可能在 si 之前就要把指法给调整好，保证它最顺利的推。这样呢，也会让你的情感表达更加的，有章有法，然后就比较到位一点，可以吗？好，这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讲解啊。接下来是一粒麦子。我们在那个群里面有谱子啊，遇到左手16分音符快速跑动，是否有技巧改变自己以前的指法，快速弹奏16分音符呢？还是感觉来不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听一下两个地方啊。二四四十，哦，再听一下开头啊。现在呢，我这姊妹一直弹的都是非常好的。我有一个建议啊，就是你在高音区持续的时间有一点点久，它需要你让它这边它在这个高音区持续的时间太久了，它的力量推不上去的，因为它的就是你说是。这样子说话的人更有力量，还是这样子说话的人中气更足，是不是？但是也不是中气的问题，就是你听上去更厚实一点，所以你要回上去。所以要回到这边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在这边是 F 的话是对不对？这边刚开始你可以持续在高音，但是你要到副歌到很那个的时候，你再在这里走的话，就是有点走不动了，感觉声音过于刺耳的感觉，所以你要回来，中间的时候要想办法回到这个低音区，然后也让这边的音更多一点，这样的话它的那个音感的摆就是平衡就会更好一点啊。好，这个我觉得是小问题。然后现在来回答你的一个大问题，好不好？爬音的快速跑动啊，我觉得你的伴奏什么，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都非常的可圈可点。那爬音的快速跑动，16分音符的快速跑动，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先指出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再回去看一下视频啊。比如说，我们拿 F 和弦来说吧。假设我们是这样子跑动的，好不好？假设我们的音好，现在你来看一下我的这个手背，它的方向有没有改变？看一下，你看我是往这里走，然后我再回去，哎，对不对？看到我的手背是往这里走，然后再回去，有没有发现？是不是这个样子？盲弹也行。看到我的手背，我想看，既看镜头又看自己。我弹慢一点啊，应该是往这里的，是不是？然后又往，我要回去了，就往我低音的方向的。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姊妹在弹这个时候她的这个的走向，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按下2分40秒，是不是？我们从这里开始看吧。我们的手背走向。有没有发现？可以吗？我刚才这样给大家看，或者大家回过去再看直播课也行。就你的手背始终是这个方向的，就是斜在这一个角度上，始终是这样。这样的话，首先最大的问题是你的重心没有转移过来。我们重心是一个手指转移过来，对不对？那你的重心就没有转移过来。你还要转移到这里。最大的问题我觉得还是重心的转移。然后我感觉你弹琴呢，当然可能也是因为你太瘦了，所以特别明显，还是过于集中在这个地方了，还是过于在集中在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说把这边给压住，还好弹琴吗？其实是比较困难，只有这边保持足够的放松才可以弹得非常非常快，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是你这里把自己限制住了，一定要去弹音阶爬音都是一样的，再回去是吧？所以都是一样的，你这个方向的转变都是一样的，知道吗？好，然后我昨天还想到一个点，好，然后我们在练习爬音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练习音阶也好，练习爬音也好，因为很多人都会练嘛。好，你们记住练的时候要听谁。如果你们跟我一样都是右撇子的话，
就是我们右手吃饭，右手拿笔，右手掌控着最主要的力量的话，你们一定要去听左手，好不好？听一下左手，因为你们试试看，你们的右手可以弹很快很快很快。当然，包括像我现在很久不练琴了也一样，右手还是可以弹很快，可是左手远远弹不了右手那么快。但是，当我们两手合在一起弹琴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的右手会盖住左手很多的毛病和缺点，就这样混过去了，就这样混过去了。其实左手是拖不动的，被右手带着跑的。你们试试看啊，自己检验一下。比如说拿个节拍器，就是右手可以达到。比如说右手可以达到，左手也可以达到，那非常好。你再把它调到110，右手照样可以达到。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左手它跑不清楚了，它跑不了110那么快了。你就知道，当你两手一起弹很快的时候，其实你的左手是跟不上的。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听自己的左手，以左手的速度为准来训练音阶或者爬音，好不好？那如果你跟我相反是个左撇子的话，也许你的右手更强一点，那你就要反过来去听右手，总之是去听弱的那一只手。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过程中真的太多太多的训练，把我们左手的毛病给掩盖住了。那当然，我觉得姊妹在这个曲子当中最大的问题还是你的重力没有转移过来。大家一定要记得，到我的手了吗？你可以看侧面图也好，斜面图也好，我的手往哪边走？是不是往手往哪边走，重心就要往哪边走？就像你要往前走一步的时候，你的重心是往前的，你不可能这样子走路，是不是？不可能这样子，重心还在，重心还在后面，对不对？所以这个弹琴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说我重心还在后面，你看我们跑步的时候跑得快怎么样？重心前倾，是不是？对，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大家所有人在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力量的转移，是不是？看一下，姊妹说的，对，右手快要带动左手，对，我们要以弱，要关注一下弱者啊，以弱的，要达到说你最弱的手也能弹到那个速度，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单手的左手训练，不光是你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每次期末期中考试的时候，第一条都是考音阶或者爬音，而且是老师抽的。24个大调，老师随便说一个调，你就要马上把它的音阶、爬音，然后关系大小、小调都要弹出来。就是考试现场啊，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的钢琴系主任特别凶，他就说你停下来，他说你单独弹左手试试看，结果就是很社死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弹那么快的，是不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只要发现问题，不仅是发现问题，要去注意那个问题就可以了啊。好，哪边的地方都非常非常非常好。你的伴奏的运用，唯一的就是层次感，层次的厚重感来说，我们需要往这一首歌，太关注音准，有时候就有点僵硬。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想说的，就是你看啊，所有的乐器，为什么我其实我也觉得我一定要让我的小孩学钢琴？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去看所有的乐器，在网上找，它都没有独奏这个东西，我它的独奏，它有独奏，它有 solo，它有独奏，但它的独奏通常是有个钢琴给它伴奏的。那它所谓的非独奏，就是弦乐四重奏啊，或者室内乐，或者是交响乐这样。但是你们看它所有的独奏，它都需要钢琴给它伴奏，这是为什么？那我以前也说过，没有一个乐器是可以达到像钢琴那么宽的音域。小提琴如果一直，我们一直只听小提琴在那边弹单，就是弹独奏，它的旋律一直处在这么高的声音，我们对它的听感的那种接受度也会觉得，哦，怎么一直那么高，一直在这个地方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所以它需要钢琴去平衡一下。那其他乐器也是一样，就乐器比较低，它就需要钢琴的高音去平衡一下。那我们在弹钢琴的时候也要注意，本身就要去平衡它，知道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首665首奇妙的乐章，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首歌，然后你们再来听一遍，我觉得非常。视频我也做过示范还是什么，我也不记得。不过我们今天我再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再来听你的这个啊，非常非常好。那唯一我觉得需要再多一点的是，它这个音乐其实它是有对比性的，是不是？第一行、第二行，就是当当当当叮当这种你的就是干脆的地方，你都弹得非常非常非常到位。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今天或者说我今天再来听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第二行开始。当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这个长音啊，它就跟之前的性格、之前的曲子的风格这一行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好像就是画面感吧。同时唱出这奇妙的乐章，哒滴哒当，他在那边唱，刚开始是当当当当叮当，有一种鼓的感觉，当当当当叮当。如果说我现在有很多想象啊，如果说全部都是鼓，就是这些节奏全部都是鼓的话，那个鼓可能是当当当当叮当，然后当当当当叮当这种干脆的，但是到了后面当当当当叮。当当叮当，长音的地方当，是这种感觉，就是它要持续，然后要有一个渐强的感觉啊。那如果说，当然，我觉得肯定会有想象中啊，不管是圣经里面也好，你看圣经里面它那个乐团也是有，又有那个又有那个这个 cymbal 是不是？还有那个 harp 是不是？也是有很多乐器的啊。然后，如果说有其他乐器的话，那前面就是当。当当叮当，也许是鼓或者很干脆，当当当当叮当哒哒滴当哒，可能是吹一个号角哒。所以呢，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试试看踏板再多一点点，试试看好不好？然后把你的渐强再放得明显一点，我觉得你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好。我现在弹，我都不知道会弹成什么样。比你稍微多一点，然后渐强的感觉再多一点，感觉踏板多一点下来。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段，就是其实就是三句话，是不是？哒哒哒哒哒，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现在呢，我们因为我觉得你弹的已经很好，所以我对你的要求会更加高一点啊。那在我们都有渐强，是小句短的句子里面有渐强，比如说就是那个长音，这个就有长，也就有一个渐强，对不对？好，现在呢，你要做的是三句话逐句渐强，什么意思呢？就是哒哒哒滴哒哒，奇妙的乐章，第一个嗦有一个渐强。然后下面句哆哆哆来咪发发比嗦更渐强，发发发嗦啦提提就更渐强，所以现在就三句话，三句话啊，嗦发啦啦啦啦啦西哆哆哆西啦嗦，本身这个嗦本身自己就有个渐强，就是个斜坡，哆西啦嗦渐强上去，哆哆来咪发发比嗦还好渐强，但它本身又有渐强，发发嗦啦提又比前两个渐强，但它本身又有一个渐强啊，所以现在你就要做三个楼梯的渐强，不仅内部有小渐强，整体听上去是有一个大的渐强。这就是我对你所有的建议了。但整体来说，弹得非常好。看一下啊，老师弹弱有技巧的吗？弱不下来，渐强不明显，是不是？弹弱的话，你确实，我觉得弹弱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的。哦，弹弱有一点，我觉得，我想起来，我老师。
给我的序言，就是弱不等于虚嘛，你不可以把它谈虚嘛。还记得我以前讲过很多次嘛，他就说，你首先要做的训练就是，把它全部都谈强。我们就拿我这边能翻到的啊，随手翻到的库老的一首小奏鸣曲，你们应该都听过。是不是都听过？好，这首歌它其实它一开头它就要轻一点，弹不清嘛，弹不清。我记得，当然我们弹别的曲子也有可能弹不清。然后老师就说，你先把它全部弹成强，你要先很实。下降，可是你把力量稍微收回来点，就是你原来是用10磅的力量，就原来不光是我们的手的力量，可能你还加了一些，就是它其实是个力量的收回嘛。我们有弹琴有手指的力量放在上面，手这边手掌手本身手掌有力量，然后这边手腕前臂的力量、后臂的力量，然后后背的力量，我们就是反推嘛。当我们要弹很重的时候，我们需要，是不是所有的力量，是不是屁股上面都要使劲？那一样，当我们要轻的时候，我们慢慢把这些力量全部撤掉，只剩下手指本身。你看，你一根手指才多重啊，只剩下手指本身的力量，不加以任何其他的力量，然后跟这边保持一个平衡，跟这边保持一个平衡。是一个平衡，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大家做的时候，这里是相对平的。好，现在我要加了，但是我要加力量，把这边的力量加上去，加我大臂的力量，加我后背的力量。用这手弹吧，也许大家可以看得清楚一点啊。加力量，加这边。我今天穿的衣服有点宽，感觉到我推进去了吗？这边完全用到这边的力量。好，现在慢慢撤力量，把这边撤掉，推的动作少一点啊，把这边撤掉。好，就剩下我手指的力量。就是我觉得下大家要不想先训练，因为这个真的很难很难训练，我自己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训练出来，有的时候还是弹不出来，甚至我们先试试看。慢慢加重的感觉，慢慢加力量的感觉，然后被力量加上去，然后再尝试慢慢撤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要就是我们是不是反向推推看好了哈？是不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然后再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越来越轻，这样它其实就是手指的力量。你看，我要加一点重力的时候，我就会手指稍稍抬起来。你还记得我跟你们讲的吗？就是你们感觉一下，比如说在一个毛绒玩具上或者什么，其实最简单就是，当你们去碰小孩的皮肤的时候，当然不是碰他的脸啊，碰他的其他地方的时候，你们在轻柔擦拭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可以很轻？一样的，如果你们对他的皮肤可以很轻的话，你们对钢琴也是可以很轻的，看到吗？啊，如果你们要揍小孩的话，或者是什么，你们会怎么样？哎，是吧？这边的力量是不是都给他使上了？一样的，是不是？当你们要
动作要重一点的时候，或者要推开一个很重的门，你们要推开一个很重的门是什么样子？你们如果只是开门，这个动作就够了，是不是？但是你们要推开很重的门的时候，哎，是不是你们就用到了这个地方？这样，嘿，把它给推出去，是不是？其实生活中它都是一样，它就是你用多少力量。那因为我们弹性，它只是用弹性，其实是用到全身了。但是如果最轻的时候，就是用到你的手指，看到吗？你的手指，想想看，你会怎么样去触碰小 baby？一样，你就是把这个力量。还有，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慢练，在练习轻的时候要慢练，千万不要练虚了，就是琴键都没有踩到，你看我的琴键都没有踩到底，一定要练实，那就要慢一点，慢出键。你们可以先试试看啊，也许一个是我说的反推，力量慢慢增加，然后力量再慢慢减少；还有个就是用很慢很慢的触键方式，甚至有些人很慢很慢触键，他就说：“老师，我没有声音了。”他确实触键的足够慢的时候，琴弦敲击、敲击琴锤、敲击琴弦速度太慢的时候就没有声音了，所以慢。你们试试看，很慢很慢的下键。摸着琴键下键的时候，你们可以弹多轻，是不是？然后我们再慢慢、慢慢、再慢慢加速，可以吗？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将天敞开，无旋律伴奏啊。我们看一下第五个。是开头的时候，你是不是？我再来看一看，我记不住，记不住你到底是怎么打。我再来看一下啊，开头的时候。开头的时候是全部是八度，是不是？八度其实是很难弹的啊，非常好。但是八度记得要有走线，它不是，
，你一边往上走，你听要往上走。你看你小指，因为现在我们都是摆件嘛，就只能用小指，就只能用拇指一握，就是用一划小指走，感觉一下小指在走路，小指在走路，当然一只脚跳了啊，小指在走路。小指一定要感觉，当然是有个那个调，一定要感觉小指是在走路的，感觉到吗？要小指这样这样走起，小指要感觉主动走过去，然后你再来弹这个。不然的话，你感觉原来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上下的一个，就感觉滴滴哒哒哒哒哒哒，而不是滴滴哒哒哒哒哒哒，要走过去。所以走动的话，就会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个是你第二段的那个伴奏，我再来听一下。接下来一段，其他都非常好。对这里也是一样，我们把它做一点变化，好不好？弹的是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就假设是这样，这样的和弦走向好，然后随便弹一个。好，一定要有，也是要有个层次感。也许不用很深，但不是哒哒哒哒哒哒哒，还稍微有点。刚才那个渐强就是使用了，我慢慢慢慢加力量，往前推，把力量往里推。对，所以把这个力量给加上去。然后你这一段，我记得在最后的时候还会有重复，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所有的 idea、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无旋律伴奏的想法都非常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让音乐流动起来，不然的话，它就是，它只是这个样子，而没有。就没有推动感，这样子的话，大家会中就不太容易被推起来，可以吗？但是别的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在注意的时候，还记得我说的吗？相同音要怎么样？相同音或者相同的肢体，一定要记得要有变化，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变化，它都要有变化，好不好？好，接下来是100，上面是个190首。Yes.
这里呢有一个小问题，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很多弟兄姊妹在谈的时候，他们就忽略了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左手会跳起来。我还记得我以前其实也讲到过，在你们还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讲到了。我们再回去自己听姊妹的大拇指啊。好，其实如果从现在来看的话，从你的基础来看，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一定要把这个毛病改掉。还记得我说还是那句话，大拇指它到底是轻还是重？它要弹的音，它要弹的音是轻还是重？它是轻的，知道吗？不是这样。感觉到吗？姊妹刚才弹的是这种感觉，它就变成了。了，一定要注意改过来。知道了吗？是你最最最最最需要改的，不然就好像我们讲话啊，打个比方怎么说呢？就说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吧，就耶稣耶稣我的性命，就这种感觉了，知道吗？所以一定。不要去加那些重音在那里，好不好？这是你最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别的都非常好，乐感也非常好。好，516首，喜欢这类抒情的诗歌，但是呢，弹不出抒情的感觉，弹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不敢往下弹，是不敢弹下去，比较生硬。我们来看一下啊。再一遍啊。姊妹的左手，看看跟上面那个视频是不是有共同的毛病。再一遍啊。是不是？看到就是大家，我之前就说过，大家很可能会有的共同。为什么不休息？与你更亲。所以这个毛病也是要改，一定就是一定要改，就是一模一样。你的琴键，知道吗？
收回来一点。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就是左手一定要把这个，大家回去看一下自己拍的视频，一定要把这个给改掉啊。然后呢，就是把你的层次给加上去就行了。还有个最重要的，可能你，我想也许是必要吧，你一定要回去看有一节课，大概也蛮早的那节课，如何推着弹琴，推着抚摸着。既有推又摸琴键，就弹音阶都可以。你现在看，当你弹音阶的时候，你是非常 sharp 的，是果断的、干脆的，还是抒情的？还是什么都没有的？你就可以从音阶开始试，然后你再就单手弹弹你的诗歌。弹你的诗歌，你有没有这些推和抚摸的动作来去让钢琴发出声音？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线条感，手臂一定要去带它的线条感。一句话才结束，下一句话。一条一条线在那边连接着所有的音的感觉，这个很重要，好不好？才能把抒情的感觉给弹出来。所以就是分开来，左手要怎么做，右手要怎么做，把它分开来，可以吗？